他在睡觉啊，他是活的，他是活的吧？那是单脚、哦，他转头了啊！我吵到你了吗？好啦，不要瞪我。好，那我走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哥。今天秋哥要来带大家来到匹兹堡的鸟园，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到底有几种鸟吧。Let's go！ 哦，太想飞了。哦，他现在装置他自己是火鸡。哦，悄悄的。哦，他也要去凑热闹，那边有一群人跟他们打招呼。这个应该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秃鹰。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这边有像围巾的东西，所以还蛮酷的。要走进去睡觉，是不是？鸟尾巴非常的长，你看它尾巴很长，然后它的头都是金黄色、红色的。很鲜艳的一只鸟，在中国的中部出现。哦，他想玩这个玩具吗？他不想。他要入境。他要入境。来 ，say cheese。cheese。哦，他想出来跟我们玩哦。啾啾啾。啊！它变大了。它变大了。它为什么变大？他伸懒腰，这是他伸懒腰的方式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到热带雨林去了哟。哦，这只是爱线哦。它是孔雀。爱线的。可是它的嘴巴很大，在帮它抓痒，就是大嘴鸟的感觉。有深厚的友谊，好友谊。哦，它看起来很爽。哦，抓头，抓头。好啦，你进去抓，不要理我。不要比中指。在比中指哦。对啊。好笑。没有啦，那你说啊，到底哪里痒？啊，是这里，刚。很痒。它中指很长。这一只很想要出来哎，开始在这个门口等着。过去一点。这是 Michael Jackson， 是不是？他是 Michael Jackson。他的头发好酷哦。他完全不怕我。他懒得鸟我们。哦。他上去了。哦，他要拿门票。这个以前新竹动物园也有的，应该是鹈鹕，或者是红鹭鸶，哦，那是红鹤啦。红鹤。那最近新竹动物园好像重新开放了，大家有空可以去参观。他们的红鹤都两只脚走路了，两只脚站着。
我们的红鹤都是一只脚啊。白纹鸟的黄色版本，长相有点不像，感觉白纹鸟的头比较大。它是金丝雀。Canary 是什么？应该是金丝雀吧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不然就是某一种小鸟，普通的小鸟。这边有一个弹簧，但是你假如泡乳清的时候，你的那个 shaker 里面可以放这种弹簧，会让它比较均匀。所以他们也是生活智慧王，就用来做鸟巢用。对。哦。哦。鸟都很小。嗯。Grassland 比较小。大家找到鸟在哪里吗？其实我的大概，它也会一直飞啊，我找不太到。太小了吧。我是一只傻傻傻傻鸟啊，你飞呀飞就飞飞不高，有一点很像谷片，然后有小水果石榴那种东西吧，他们都可以自由飞来飞去。对啊，酷。这也是没有，就是没有界限的地方。为什么他要照镜子？不知道，他会喜欢照镜子是不是？酷炫，太酷炫了！照镜子之鸟。Oh, oh, hello. Hi, are you tall? Yes, I'm tall. How are you? Great. I'm fine. Yeah, how about you? Yeah, just a decent day. Dress in black. I want to go shopping. I want to buy food to eat. 这种老鹰叫做 Stellar Sea Eagle，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老鹰之一。它的翅膀打开可以长达 6.5-8 inches，非常的大。它很帅，可是它看起来很无聊哎。哎，美国就是要看老鹰哎。好，我们这边是水鸟区。他说：“这个不是许愿池，你不要丢硬币进去。”看来是很多人丢进去啊，非常的危险。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传统，不过美国人也会做。鸟园当然是要有 Pittsburgh Penguins， 然后你可以钻进那个洞，跟鸟类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。不过那个鸟哦，不太想理它。企鹅。企鹅呆呆的，他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一个是飞行体验机，就是你戴上 VR 的 goggle， 然后你就可以躺在这台机器上面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你就会觉得哇，你好像在飞翔一样。你可以体会以前恐龙飞的感觉。总而言之，匹兹堡鸟园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它鸟笼比较少，封闭式的鸟笼，所以你可以跟鸟的距离靠得非常近，看到鸟身上非常多的细节，这些是以前看不到的。第二个，就是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而美的，所以一两个小时就可以逛完，你可以带可能老人啊、小孩来逛，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匹兹堡鸟园有一些台湾看不到的鸟类，像是秃鹰啊、老鹰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企鹅，像台湾比较多是那种国王企鹅，那这边有不一样的企鹅也是很酷。匹兹堡鸟园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匹兹堡鸟园逛一逛。那就是这样了，拜。哦，还有可爱的猫头鹰哦。还有老鼠，猫头鹰会附赠老鼠。还蛮讨厌，来抓屁屁。哦，摇屁屁，摇屁屁，摇屁屁，真是的，摇屁屁，摇屁屁，摇屁屁。好，摇完了。他是不是湿湿的？他在把自己弄干之类的。嗯。OK。有火鸡屁股，有鸡屁股，还有企鹅屁股。对。企鹅屁股还蛮大块的。对。我们推荐很爱也可以拍企鹅屁股。企鹅屁股可以吃吗？应该是企鹅，应该是不能吃的吧？你
应该是保育类动物类。应该不是。那企鹅不是？企鹅太多了，是不是？那北极熊可以吃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吃？北极熊可以吃啊。那、啊、我们不能吃啊。这不是保育类动物。是因为保育类动物可以吃保育类动物啊。是因为我们平常取得不易哦，所以阿根廷人可以吃，应该可以吧？他在表演吗？哎、欸，他有名字哎，他叫 Chris， Chris 有没有叫 Chris 的朋友帮我们留个言 ？Hi Chris， Hi， 一只鸟一生大概。花了50分钟，不是50分钟，50%的时间在整理羽毛。哦，他一定要挖到屁屁的尖端。是有老虫吗？我其实他屁屁的尖端是尾，有点像尾椎这样吧。其实可爱呀、啊。不知道有什么功能。胖胖企鹅，胖胖。